同学们好，今天由我和大家一块儿来学习中药学这门课程。为了便于今后对本课程的理解和学习，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关于中药和中药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其后呢，简要的说明一下本课程的一些基础构架。其学习目的是为了让大家更进一步的明确概念。 增长知识，激发同学们的学习兴趣。可能同学们在进入中医药大学之前，对中药学这个概念有各种各样的呃思考。有的可能认为是在中国产的药，有的可能是以为呃患者药袋里边装的那些植物药称之为草,草药呢，有的可能是觉得药和抗生素加以区别，是不是就是指的天然的产物呢？ 到底中药的概念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行家是怎么来界定的。应当说，中药这个名词在古代是没有的，是近代为了和西药加以区别，将传统使用的药物通称为叫中药。中医药行业当中的专家和学者是这样界定的：所谓中药，是指的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认识和使用的药物。 这个名词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必须要有一个前提，一定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认识和使用的药物。大家可能都听说过黄连这个中药，通常老百姓会形容我们的生活比黄连还要苦。的确是，黄连是一味味苦而性寒，拥有清热燥湿、止痢功效的一味药物。 但这味药物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在中医理论辩证指导下来使用的。比如说，一个患者因为湿热晕结在肠道引起的腹痛、腹泻、里急后重这样的一些症状出现的时候，我们中医通过辨证认为是湿热泻痢，这个时候我们又借用中药对黄连这个药物的功效认知。 将黄连用于治疗湿热泻痢这样的一种应用，我们就把黄连称之为叫中药。但是老百姓并不知道，只知道黄连这味药物可以止泻。于是不管是什么原因，要是吃多了拉肚子，或者是长期慢性的腹泻，就去服用黄连。试想，这是中药吗？ 它根本没有通过辩证，而恰好黄连味苦而性寒，容易影响脾胃，所以一般脾胃虚弱的患者引起的腹泻还不能应用。由此可见，中药要使用的话，一定是建立在这个前提下，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认识和使用才叫中药。 中药是我们中医在临床上防病治病的重要武器，几千年来为我们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作为我们从事或者是学习中医药的学生们，应当感到骄傲。而在这个方面，我们来看一看，中药是来源于哪些物质呢？ 关于中药的来源，主要源于天然的植物、动物、矿物，也有少部分是化学药物，比如源于天然的龙脑素的树脂和它的挥发性成分，经加工提取获得的结晶体，称之为叫冰片，也是在中医药理论辨证施治的指导下应用，也同样是中药。 那么，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要点呢，就把中药涵盖了这么三部分的内容：一部分是中药材，另外一部分是中药饮片，还有中成药。所以，中药实际上现在包含有药材、饮片和中成药这么三个部分。那么，同学们又会问：什么是药材呢？一般而言，针对的是采收、干燥以后除去了非药用部位的商品药材。 我们就称之为叫药材。关于中药饮片的含义，可以说它是以中药材作为原料，按照中医理论的指导，采取中药的炮制规范，经过加工炮制后，直接用于中医临床调配和制剂的中药。而关于中成药的含义呢？ 它是指的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以中药的饮片为原料，按照规定的处方和标准制成具有一定规格的剂型，是直接用于临床防治疾病的现成制剂。可能有的同学知道，我们传统的剂型有丸剂、散剂、膏剂，而发展到现在还有注射剂，比如说冲剂、涂抹剂等等。 啊，关于中成药的概念也好，中药饮片的概念也好，其前提都有一个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这样一个关键词，所以我们同学们学习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把握。那么关于。 草药这个名词，可能我们同学们都听说过。有的同学没有学习的时候，可能认为就是那些植物草草之类的药物。实际上，关于草药这个名词，它的来源始于宋代，主要是与国家药局卖的那个官药相对而言，是主流本草当中没有记载、流传于民间这些药物的加工炮制呢不太规范。 正规的机构使用较少，而民间的医生习用的，但是是有效的部分药物，比如鹤草芽也是我们通常使用的仙鹤草的冬芽。这味药物收载的历史还是比较早的，但是记载杀绦虫这个功效呢，而是见于现代的，就是《中草药汇编》这个书里边才记载鹤草芽杀绦虫。 当时为什么没有记载呢？那个是民间习用，但是正规的啊药店没有卖，也就是说正规机构很少使用的这些药物。那么可以这样认为，草药它是中药的初级阶段，而中药呢，它是草药的提高阶段。不要以为草药就是那些草草药、植物药，实际上中药也好，草药也好，都含有。 植物、动物、矿物，二者没有本质的区别。那么，有的同学要问，什么是中草药呢？草药和中药的整合就通称为叫中草药。啊，这就是关于中药与之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什么是中药学，也就是我们这门课程的内涵是什么。所谓中药学，它是。 既是一门学科，又是一门重要的课程。中药学是研究中药基础理论和各个药物从来源、采收、炮制、制剂、性能、功效以及临床应用等与之相关的一门学科。 它也是介绍理论和各药来源、采制、性效用与之相关的一门重要的课程，是我们中医院校不论是中医专业还是我们中药专业等等必修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可见何等的重要。而我们中药的基础理论包含有中药的性能、功效、配伍以及应用等等。 同学们就要说理论很枯燥，但是要知道理论它是从实践当中总结上升凝练的知识体系，那么这些知识体系它是有规律的，反过来又用来指导临床实践，所以理论和实践是紧密相关的。我们在应用具体的药物当中，必须要有基础理论的指导。 这个思维要建立。接下来呢，我们看看我们要学习的中药学这门课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构架形式呢？当今我们使用的中药学教材的版本非常的多，不论是各个专业还是各个城市，都有很多中药学的教材或者是这样的课程。但是不外乎包含了两大模块，一部分是总论。 一部分是各论，总论主要是描述的或者介绍的基础理论相关的知识，大致包含有序言、中药的性能。 中药的功效，以及与中药应用相关的一些配伍理论、呃，用药禁忌、警示语言、用法、用量等等，这么几大模块儿。不同的教材在这方面呢，可以说有一些调整，但是作为内容而言，肯定是不会少这么几大模块儿。作为序言，总重点是介绍中药的基本概念和中药的发展历史，而作为各论呢？ 主要收载的是临床常用的中药，而常用的中药种类一般来说是四百种以上。四百种以上的这个中药呢，呃，不同的教材它收载的种类是不一样的啊、呃，它的那个要求也是不一样的。但这几百种的中药往往是以功效来进行分类，每一味药呢，它都包含有。 来源、药物的呃采收时节，关键的是介绍的中药的性能、功效、应用、用法、用量、使用注意等等。后边呢还会介绍一些参考文献，比如说《本草精选》、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等等，那些都不是呃作为必修的，但是呢。 作为中医和中药专业的本科学生，必须要学习的是什么内容？就是关于理论部分和各个药物最为重要的具体药物是性能、功效、应用，我们简称为叫性效用。所以大家要明确，学习中药一定要把握以性效用作为主线去学习记忆。这样的话。 可以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关于中药的基本概念，我们来回顾一下：什么是中药？希望同学们一定抓住。所谓中药，就是指的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使用的药物，它主要包含有中药材、中药饮片和中成药这么一些内容。 那么，是不是指的在中国产的呢？实际上，不是一个地域的概念。而早在西汉时期啊，大蒜、胡桃、胡麻这样的一些中药，它就随着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在我国加以使用，也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在应用，一样的称之为中药。所以，中药并非地域的概念。前面已经给大家提到过了。 我们中药的来源源于天然的植物、动物、矿物，这是主要的来源，但是也有少部分是化学物质，所以它也不是天然药物的代名词。而关于中药学呢，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课程核心内容，它主要是用于研究中药基础理论和各个药物采制。 呃，效用等等与之相关的一门课程，或者叫做学科。以上内容呢，就是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关于中药及中药学的一些基本概念。掌握这些基本概念呢，就是为了让我们同学啊、呃，更好的理解和学习中药学这门课程。好，这节课呢，就给大家讲到这儿。好，谢谢。